你敢什么呀？你拉低了，你丢我，就你妈妈！我寻龙分金看残山，定到那个位置，那个位置肯定是有钻石的。你信我，你再往那边玩，我往那边挖。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木桃子的鱼木鸭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嘿，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《奥特曼传说》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和推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吧，咱们先回顾下上期视频的剧情啊。上期视频咱们是占领到了这个奥特曼的世界，在那个什么夜晚降临的时候，咱们在矿洞里面遇到了那个鸡什么什么什么人来着？然后在逃离的过程中，意外的发现了这个地球护卫队的这个战舰。是的，那么咱们这期的任务，先把转化桌给它制作出来吧。好的，有了转化桌之后，咱们下期就可以开始开发那个超能力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得需要钻石、银石、红石。银石的话，在村庄里面应该会有吧？找找吧。你跑矿洞里面去了吗？我准备去呢。什么东西在飞？呼呼呼呼呼的，应该秃鹫吧。找一个峡谷。哎，这是个什么地方？我看一下。哎，这是一个小峡谷。等等，哇，这贝利亚吗？贝利亚召唤方块，我这有银石。阴差阳错的找到银石了，就不用去地狱了。他这里还有黑曜石，得找一个那个裸露在外面很深的一个峡谷。看这边，这边深不深？这边才这么点深。哇，好多矿。还有咱们那个看到的一些奥特曼的这些矿，都要给他挖了。咱们后区什么鬼？呸！后期是特别特别需要这些矿石的。好的。基本上这个奥特曼模组玩法跟那个假面骑士玩法差不多，都是需要这些矿来合成那个变身器的。铁矿。哎呀，看一下这边。哎，我刚刚是从哪里挖下去的？我这里。这边还可以往下走吗？现在33层，你来我这。说不定我这边可以那个下到生存钻石层。我先回趟家做点铁镐。给我也做几把。好。好多这个矿石啊，这里还有铁。给你。
你干什么呀？你挖你的，你往我这边挖吗？哎呦，绝了，你这人！我们是想从那边给这我寻龙分金看残山，定到那个位置，那个位置肯定是有钻石的。你先往，你再往那边往，往那边挖。要往上挖两个，你看这边不就出来个洞了吗？你先那个位置是多少层？没注意，反正差不多11层左右吧。看一下哈。你看一下啊，看一下那个屏幕中间，他那边有那个坐标显示的。走开，走开！又吓我一跳。哎呦，你真的，你能不能就在旁边待着？你不是说挖出来一个矿洞吗？挖出来一个洞。呵。走！哎呦我的妈！你就不会往上挖一点吧？那不就可以了吗？我这样试着往上挖。听到小僵尸的声音，旁边有小僵尸的声音，那就意味着旁边应该会有那个，会有个小小洞穴，好像在上面。我现在是11层，来吧，咱们哎，等会挖到了吗？我看看这边没有，来吧，咱们暂停一下吧。嗯，好的。来吧，要把石头烧一下。三个，差不多刚好，还得去挖黑曜石。黑曜石，那我去吧。你有木板吗？木板箱子里。你没钻石，你怎么去挖？哦哟，是哈，你要做个。还哦哟，你才把钻石丢给我，你回来自己做把钻石搞。你帮我做一下，我在外面再继续挖两下。我没木板呀。木板箱子里有啊。我挖了砍了两组的木板呢，我就不相信我再挖不到钻石了。还哦哟，真的是。哦哟，智商感人。看一下黑曜石要4块，黑曜石在这里就有。哎，那个房子呢？哪去了？哦，在这。就这个什么，来他这里挖。那你去吧。贝利亚召唤祭坛这边。哎，可怜的贝利亚。哇，贾盖亚，周围有个贾盖亚。冰桶挑战。钻石。好 ，OK。把这材料卖一下。饿了，吃面包。哎，这下就不愁吃穿啦。来，你自己做吧。哎，我挖到金了，等一下，我感觉金应该是需要的。然后接下来的时间，咱们再做一个变现能力开发机，先开发出咱们身体的那个潜能。石头在炉子里面有，看一下这些材料。哦，我记得它好像是需要石英的。嗯，不需要石英，用这个什么邪正水晶就可以了。好像这些材料咱们都有，玻璃什么的。你箱子里面有沙子吗？来吧，咱们暂停一下吧，先把这个变形能力开发机给它做出来。
还剩三分之一，来作为这高山，把这矿物挖一下。银河艾克斯，好 ，OK， 马上充满了。给咱们这个地球护卫队取个名字吧。是什么名字？交给小伙伴们来取。好的。小伙伴们，那个，帮我跟狗当这个地球护卫队取个名字啊，在视频下方评论，发挥你们的脑洞吧。是的。这个是什么矿？好，我要开始开发了。L E A R。嗯，看一下属于我的超能力是什么。怪兽因子。哎，开发成功。好家伙，我是传送使啊。不传送使不就是那个不咋有用的那个东西吗？过分了啊。我得做一个东西不换掉我这个能力，好烦。哎呀，等等，那边有个什么东西。那个什么海蟒，他居然上山了。L E A R N， 看，开发中。你没能力好吗？你那个便携能力开发机没有电量，开发不了的。是不是要充电是吗？哎，来吧，咱们先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好的，我把你的用了先。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条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